山东顶级破神天。来，看看这孙去上茶哈，这你也推给捧的哟。来，也很给茶泡。哇，好得意讲哦，我本要一下变按摩呢。哦，嘿，不是讲啦，一下在山东一杯，一下就会啊。快成体统诶，目前啲查无办个问题。行到个地下无见到，只有啲查庄嘅实时行通。行啦，大半夜黑嘅嘅下查。好，等下你就做乜嘅啊？有啲查在行呢，即刻打开查门哦，系非常危险嘅哟。挨到先来啦。来上下。睇架木剑，就算是慢慢地下查，睇架张做得顺利脱身哦。来，睇架生意哦。阿母呢？我仲惊。哦，以后爱向那片行咯。行左边啦。唔错，行右边较近啦。睇架木剑长，你就看山路米片面二十二点五公尺，就有一个出口指示图。未来人讲最强嘅出口在哪里？可是我们是惊。来，睇架慢慢地停下行哈。啊，注意哦，一定要行到两边嘅安全铺头。千万做在行业铁路当空气哦。哇，看到是黑嘞，哦耶！来呀，来看看行出去。呼，刚好天气很羡慕，一下就算做在安心的啦。嘿呀！从火车的时间，黑光发生紧急事故。一天都等茶一停后，再等点茶庄的指示，就算去下茶，莫紧张，莫送来送去。山路脱身，爱看出口指示，千万做得紧张，当做在破平安哦。交通部推动铁路管理局关心。